台湾立委总统大选十三号登场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一早也现身到桃园市八德区的大安国小投票。可以看到郑文灿将投票三宝紧紧拿在手上，一进到里面就拿出相关证件给工作人员检查，接着领取选票盖章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。那我相信哦，这个台湾的民主已经非常的成熟，那这次经过了这个选战的这个竞争比较之后呢，一定可以选出最好的哦，能够领导台湾继续前进，最好的总统、最好的立委、最好的政党。好，可以听到郑文灿表示，台湾的民主相当成熟，相信一定可以选出最好的候选人。他也提到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是投票的好日子，希望民众可以把握投票权利，做国家的主人。